法界讲求科学证据，竟也发生不可思议事件。我第一次听到尸体发出声音，一拉开的时候一声惨叫。他做梦的时候他来过这里，他说我知道谁杀的。当然警方就赶快专案小组去查，接到一个电话，破案了。所以有时候案子会找人的，事主也会找人的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欢迎收看高点电视台44频道，振振有词。